他出身梨园名门，是首位中国戏剧梅花大奖得主。他基于传统不断开拓，先后排演出一系列京剧新编历史剧，走出了一条老戏骨的创新之路。上海的每一天都积聚着活力，开放浪漫的气息和传统古典的韵味在这里相互交融。许多人植根于这样一片土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契合。就像今天我将拜访的这位有着70年舞台生涯的老戏骨。我看看，别动。我在舞台上啊，度过着自个儿的大半生，与京剧啊相形相伴也好几十年了，它已经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为了它的传承和发展，我一直在思考着、践行着。这是我作为一个比较年长一点的京剧人的使命、职责。尚老，很荣幸能够在冬日的暖阳中跟您一起在上海散步。这个今儿个上海的这个天啊，嗯，真有点像北方的天。尚老，你看京剧诞生于北京，但为什么老话又说这上海是京剧的大码头？这要追溯到当年在上海申报上第一次出现京腔、京戏，所以呢，京剧诞生在北京，啊，冠名在上海。这个很时尚，冠名在上海。我第一次到上海，51年，从小就听父辈们说，哎，上海一定要唱红了才是全国走红。我第一次感受上海剧场的这个氛围啊，那时候天山舞台一喝彩啊，就跟那个夏天打雷似的，从上边哇一下下来。所以前辈这些大家都是上海走红啊。那80年代您来上海可不是简单的为了唱红吧？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京剧仍然要奋发图强，哎，不单继承研究，而且要有新的剧目出现。也都40多了，快50了，所以发现了曹操与杨修这个剧本。那时候想呢，要闯一闯，一个渊潭的清水不能没有一点微波呀，所以得有一点这个即时激起千层浪的这个效果。哇，很有雄心啊！既没有选择我工作的陕西，也没有选择故乡北京。为什么偏偏选上海？上海呢，素有求索创新的这个传统，举目无亲，夹着剧本，听着贝多芬的命运，梆梆梆梆，哎，潜入上海滩。所以呢，跟上海呢戏曲界的这些个这个同龄人呢、同行呢，就一拍即成。拿着一个全新的剧本，怀着一颗创新的心，到一个有创新精神的地方。是。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曹操跟杨修这么轰动。是一个是没想到这么轰动，一个是呢，当时也没有想定居在上海。我净逗哏，我说我是新上海人，就是新上海人，拿了上海绿卡的北京人。2016年8月，上海的一座摄影棚里，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正在紧张地拍摄着。这出京剧新编历史剧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演出，至今已经唱了近30年，赢得了众多的赞誉。随着时光的流逝，扮演曹操的主演尚长荣也从不惑之年一直演到了年过古稀。这出备受京剧爱好者青睐的剧目，不仅是京剧新编历史剧的一面旗帜，
对于尚长荣来说也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艺术上质变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陕西省京剧团名誉团长的尚长荣，可以说功成名就了。顶着梨园世家名门之后的天生光环，在全国的京剧舞台上已是风云人物。而他并不甘心在优越的物质享用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上消磨自己宝贵的时光。是86年呢，还是87年呢？大概一年，我只演了6场戏。对我当时40来岁的人来说啊，我说这是一种浪费光阴。在塑造众多传统舞台形象的同时，尚长荣在现代戏的表演和创作方面也有了很多尝试。而如何完成从继承到创新的转折，他一直在思考着。创作是他最基本的精神动力，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工作地点应该在舞台上。这个厚着脸皮啊蛮难的，所以当时呢我就不知哪儿来的那么点劲头，哎，也可能还是47、8岁吧，哎，如果是现在这个岁数未必有当年那个勇气。1988年7月，47岁的尚长荣为了开创艺术上的新天地，下定了自讨苦吃的决心。他驾着剧本只身来到上海，敲开了上海京剧院的大门。大家以为我是想来谋求商演合作的，我说我不是商演，我想谋求合作创排新的剧目，这样可以说一拍即合。从那天起，尚长荣放下名角的身份，与所有演员一样做小品训练，写角色分析，并开始了练功练唱。戏曲从业者们把为了达到完美的演出效果而在舞台下刻苦的付出称为山后练鞭。在那短短的半年练鞭时间里，汗水伴随着尚长荣找回了创作的激情。尚老师呢，我觉得那时候呢是一个放下架子来，前面呢他得进戏，怎么进戏呢？做小品。所以我跟尚老师经常两个人搭着做小品，一点没有什么架子。当时那个大院叫西楼，到了夏天就是一个电扇，哎，这屋子，哎，敞开窗户能通风，但是那蚊子进来，好，就把我这个马丁丁，就是外地人，咬得不亦乐乎。蚊帐放下来要闷死，蚊帐打开要让蚊子给叮死，哎，哎，这个排完戏一下班一推个门，轰，这热气热浪袭人，我就顺口溜抓了一首诗：热浪袭人，汗流满面，屋似烘香，跟烤白薯的烤箱似的，哎，心烦意乱，求索艺术，人苦实干，功成之日体重减半。当时这个戏倒是成功的，这个体重减半没有实现。为了展现一个全新的曹操形象，尚长荣认真研读了大量有关曹操的历史记载、小说、文集等等。一本《曹操集》更是被他当作了宝贝，从西安读到上海，从宿舍读到排练场，从白天读到晚上。经过反复斟酌后，尚长荣决定从人性出发，力图还原一个完整的曹操形象。这个曹操呢，传统戏是个奸雄啊，阴险狡诈，是这么一个人物。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曹操呢，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这个一个角色，所以从脸谱上首先要，哎，咱们要改革面上的这个白，
似乎是属于冷白，是不是在底色上做点文章，在冷白当中变成暖白，那探头眉改成剑眉，三角眼改成一个圆眼窝长的眯，你眯眼呢，不是那想坏主意，而是深谋远虑。这村上这似乎有一点贬低或者是丑化了，我就大着胆子给曹丞相美容了，哎，我就把它挪到眉上一颗朱砂痣，很浓的印堂红，这是他的胸怀，就是这样的微调，同这个戏的这个曹操的脸谱形象越来越接近了。《曹操杨修》当中的几种笑，有怒笑，有冷笑，有阴笑，有开怀大笑。那个时候呢，就抱着个录音机，晚上在宿舍里一边录音一边听，马路上的行人听到这屋子里头有嘿嘿嘿嘿哈哈哈，这不是上海京剧院，这是上海疯人病京剧院。1988年岁末，曹操与杨修在天津首演，大获成功。天地聪，天下人的你，千万查到金，只余下七本王命。还讲个真情是自己断肠不断魂，曹孟德只在安天下赤壁。谢幕时，主角曹操和杨修一改剧中的剑拔弩张，携手登场，向观众鞠躬致谢。此时全场竟响起一曲流行音乐，让世界充满爱。如此混搭，效果出奇且意味深长。自此，一部在中国京剧现代化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作品问世。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是在艺术追求上，我怕的是墨守成规，我怕的是养尊处优。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应该活跃在舞台上，演绎和讲好中国的故事。